这五本是婆婆系列的翻拉书，主要就是有像这样子翻翻的设计，以及跟着箭头指示操作，然后婆婆就会动哦。翻翻跟拉拉可以训练小手肌肉的灵活，适合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玩咯。 Macy at the farm. Macy collects the eggs. 真有趣哦，每一只母鸡的翅膀呢都是可以翻起来的。那你看这个小有鸡，有小鸡跟蛋，那所以看出来哦，这里有三只都是蛋的哟。那这边也可以让小朋友数数看说，哦，那 Macy 今天可以捡到几颗蛋呢？ Macy rides her horse. 哇，婆婆去骑马咯。 Macy feeds the baby lambs. 还去喂了小羊。Macy drives the tractor. 婆婆还开着牵引机去收成谷物咯。 Macy gives the geese a drink. 还有喂这些鹅喝水。 Macy picks apples. 以及呢，她去摘树上摘苹果啦。 Macy cleans out the pigsty.他还去清理了猪圈。Macy puts the animals to bed. 那这边有很多房子哦，婆婆呢要让她农场的这些动物们都回去房间睡觉啦。